Hello， 今天是12月25号，圣诞节。Merry Christmas, have a nice day, 拜拜。你要太快了吗？没有，我要看我跟藤井麻友今天。Jessica。对，我们本来说好四个人一起。对，快，我们来辩解一下。可是晚上聚会才要 Jessica， 我哪有人来？觉得我长得蛮漂亮的，而且阿姐还说，看一下我的刘海，看一下我的刘海，好丑，你有刘海哦，好丑，好好看哦，蛮漂亮的，但我们三个蛮好看的，哈哈哈都不管了吗？对，对不起，我们应该让别人也来，去专访别人好了，拜拜。嗨 ，Mina， 你在干嘛？我无聊。你今天又是个小青蛙吗？对，因为这样子比较好找。你又想被找到是不是？你想老师 focus 在你上面？不是，老师说要穿显眼一点啊！你为什么要戴？老师说要穿显眼一点才不会搞不清谁是谁，结果大家都穿白色。因为我们的衣服多，我们没有这种可爱的青蛙装。而且因为最近一直下雨，但等下下雨之后我就可以把它拉起来。对，然后风很大，桃园风很大，我就可以。还在啊，还在。Hello， 刘小青。嗨，我的版权版，我的橡皮筋短了，Oh my god， 那你还有另一个橡皮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耶，这就是人多的好处。是小丁是哆啦 A 梦，刚刚有非常多人求助于小丁，小丁什么都有，是万能的。八宝袋，八宝粥，八宝粥，百宝袋，八宝粥，里面的花生，那还有什么？你是什么？红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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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还有什么？艺人。好紧张啊！我今天要就是日中翻译，而且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翻译，真的是好紧张。而且我刚刚去跟焦哥对一下那个内容，而且因为我们是 5G 的连线直播，所以我很害怕等一下连线就是会断掉啊，或者是就是断断续续的听不太到就是日本前辈们的那内容之类的，我超级害怕，要临时翻译。怎么办，姐？加油！好，希望能顺利哦。好，那我来。好冷。这里就冷，那等下去外面怎么办？冷死！太冷了。刚好不容易进来的时候是热的。我想是出去的那一瞬间最痛苦。我觉得在台上就会忘记一切。对，真的。但是就是等待的时候，等待的时候很冷，然后在台上就会忘记一切。我要说，我刚刚被姐嘲笑我的刘海飞干，我这个喷了十层发胶，我觉得有一定有，搞不好可以就看你的表现。对啊，看我刘海的表现，应该可以吧？而且我是混喷哦，刘海要跟这位学习。我们到时候就看谁。阿叔要看，阿叔要看，为什么？实测看谁没有？你看我很厉害，有另外一个很厉害。受邀的对外活动，那虽然今天风很大，也有雨，然后是圣诞节，但是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表演，所以希望等一下大家都可以享受舞台，然后注意不要受伤，然后把我们 TeamTV 的热情传达给台下也很冷的观众们，然后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，然后这样我们就有更多可以一起出来表演的机会。好，希望大家要注意老师的叮咛还有走位，然后就是尽力表演。
的寒冷，你们的尖叫声要多一点啦、啊！好心疼哦，哎，你们都没有冬天版的宣传服吗？请连线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台湾のファンの方々に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。生日礼物吗？真是谢喽！你还好吗？没事没事。这个是没事没事没事。嘿，你还好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